为有一点点伤势还有犯规的问题啊，是，所以没有办法打太多的时间。进的跳投只碰到篮网而已。高国豪传到前场给陈立焕，直接上篮有。哦。工程师今天有空档的球员，感觉好像都有点犹豫。对，还好郑伟把他补回来了。我表现了不好看，但是实用。到机会，剩三秒钟了。郑伟切入左手机会啊，这球滑掉。陈冠权的失误，对方的反快攻没有回防的 Hampton 左手灌进。严哥不会这样对你。严哥。哦，这是一个完全的完，又回到十分差距。小台哥再给高国豪拉杆上篮有。这首歌可以送给刚刚的哈辛塔比，帮他点歌。对，哦，好球！高国豪搭配，球在高国豪手上停的时间蛮久的，剩下四秒钟、三秒钟。高国豪在陈冠权碰碰面前，肖顺义挑战 Chrissy Davis， 虚前防守。你反而可能会让哈辛塔比尔在后面接到，是奥斯卡高国豪，塔比，哦，精彩，就冲回来回防了。但是球员就是这样，可能心里就会想到说，哦，可能有一个这么高的球员，是，塔比是联盟的火锅王，刚才上了一个火锅，陈立焕这回的 N1 把握住了，接着一波。哇，我们先看这一球，用抛的也是逃不过这个塔比的魔掌哦。高国豪，塔比帮他做掩护，这就是上半场刚才我所讲的两个人的挡拆。对，哎，这次施晋尧的防守成功，球落到外围，三分球，肖顺义。哇，不过今天就比赛的内容看起来倒是蛮和气的哈。对，哦。我们再看一次这一球，哎哎，感觉要犯规要不成，然后那我就抛了吧，哎，抛了还进了嘞，可以看是 ，Hampton 今天比较沉寂的，这记三分对于工程师来说重要。在上一场两军对战呢、啊，在第四节有一些微妙的气氛、啊。今天这样的氛围，裁判没享受工程师的反击机会 ，Hampton 这回欧洲步是快。这两支球队的前四场交手的只有一场是差分在个位数的哦。那张杰 Hampton 再来记三分，换成戴维斯，然后 Lopez 不太好，再给空切的高光抛一个两分。本土球员连续抓两个进攻篮板，非常的精彩。哎，好球！肖顺义双脚垫步骗。